你啥睡衣啊？我也是这个。哇，这是太有缘分了，我的天！这太好笑了。我跟杨紫的睡衣是同款。真的假的？洗不清了吗？当时去换一件，两个人一起买，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。哎，我换吧。哎，你进别换间来，过来我们看一眼，来。我能进吗？可以啊。不是，这太好笑了，真的，一模一样。哎，你的图案也跟我一样吗？一模一样。说不清楚了。我换吧。你们多好的缘分啊，这样也穿一样。不是，本来网上就穿我俩谈恋爱。对，这样你穿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不是，异性，异性，就是这三个样是吧？一张，我就把那个修一下。然后转头，他自己跟我说，他刚一直打招呼，差点把我吓走。吓走了。嗨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绯闻女友，什么？张艺兴这一下差点把我干回家，刚才那个。你们穿着一样，大家才不会传你们有绯闻。就说你们俩都敢穿一样的睡衣，怕什么？对不对？那怎么睡觉呢？没事，你就穿这个吧，没事。就无所谓了，这无所谓，咱俩都已经这样了，还有什么绯闻？对对对对对，绯闻女友，绯闻女友，那这也太好笑了。对呀，这个太狠了，我天，这太好笑了。